咁啊，上个礼拜讲咗啦，都市黑雾咧就已经进入埋尾段啦。去到第13集之后咧，蓝秀朗同埋佢拍档阿晴咧就会开一个新嘅节目，就系叫做《在晴朗的星空下解密》。咁啊，我都好 anticipate 呢一个嘅节目。咁啊，亦都喺度咧，就借呢个机会咧，同阿 Paul 嘅支持者咧讲声唔好意思啦，因为佢哋都好多嘅人咧就 campaign 啦，就系点解吓《都市黑雾》呢一个节目咧，永远唔会准时喺10:30里边吓上映。咁就呢個可能佢哋喺其他個台裏面咧就係好搭正啊，10:30就10:29咁，佢就即刻出街嚇，有嘢睇都未定。咁我哋就可能會即係遲褪後啊咁樣。原真係因為我哋6:00咧就已經有廣播，咁好多嘅時期有時多咗廣告啊，又或者係我哋嘅主持人係長咗時間啦、做節目 overrun 咗啊，咁一個節目 overrun 咧，下一個節目就 delay 啦。咁而下一個節目繼續再 overrun 咧，咁咪繼續再 delay。咁而阿 Paul 又真係，我原本有一個好嘅諗法，就係話即係將大院遊樂完咗之後，將我啲嘅 audience carry 落去睇阿 Paul 嘅節目嘅嚇。咁啊，你都知大院遊樂啦，成日都帶好多嘅資訊俾大家嚇 ，overrun 又 overrun， 咁啊令到佢嘅節目咧就係前遲咗，咁啊僅此致歉。解出龍之介作咧佛偈故事，我又編咗個佛偈故事。咁話説咧，以下即係我作嘅啫，係不存在嘅呢樣嘢嚇。咁啦。又係佛祖啦，即係釋迦咧，有一日咧就開每個禮拜就開大會。佢係逢幾時開嘅咧？佢係逢每個禮拜三嘅10:30開嘅，即係同都市黑霧嘅時間一樣嘅。好啦，咁有咩意思嘅咧？咁啊開啦，咁結果啦，大弟子嚟到啊，釋迦老師，阿新弟子咧，佢遲咗遲好耐，遲半個鐘啊。啊，咁釋迦就話：我了解一下啦。哦，佢就話佢哋冇乜時間觀念，佢因為中意咧就做嘢，屋企啲人做曬佢先至嚟嘅，先嚟開聚會。咁佢你預計以後都會遲到咧，由10:30都會遲到接近11:00嘅，有時早咪10:10咯咁。哦，咁假完第二個禮拜又開會啦，又開聚會。咁啊，大弟子入嚟，釋迦老師，新弟子佢遲到咗啊，好遲啊，冇時間觀念。佛祖就話：我上次咪同你講咗咯，咁個時間係10:30啫，咁遲咗咪11:00，你自己預啦，好唔好？你預佢真係遲少少到啦，好唔好？哦，講完第三個禮拜如是，第四個禮拜如是，第五個禮拜如是，第六個禮拜如是，第七個禮拜，釋迦就話：喂，你今日講夠未啊，大佬？你講7次都唔完嘅喎，你哋。跟住另外，哎呀，我二弟子啊，之前幾次我大弟子講啊，喂，咁你都聽到佢講噶嘛，係咪啊？你係咪要重複7次啊，先肯完啊？真係佛都有火嘅喎，就係嗱呢個就係、是、即係我創作嘅一個就係、是、一段説話重複投訴好多次咧，原來真係釋迦都會未必頂得到嘅。好啦，咁因為你知啦，你半個咖仔啲咖仔性格就好執著咁啊，搞到自己會好辛苦無謂啊嘛。咁第三樣工作唯有想即係三大志願之一就係做寫作，就係、是、做作家啦。咁啊，嘉欣就我過去啲節目都可能提過少少啦，就寫一啲。有啲题材喺度做紧啦，咁就唔会用蓝秀朗呢个笔名，因为另外一路题材嘅嘢，但系确实有一啲旧嘅作品咧，系有制作公司同我洽谈紧一啲版权嘅即系销售嗰啲乜嘢啦，咁嗰啲系蓝秀朗个名，咁慢慢可能呢个节目仲喺度存在嘅时候，都会同大家推广翻免费阅读嘅，当时系我哋会做翻文字版抌上去，系一啲临床心理学家。加個有多重人格症偵多重人格症偵探嘅一個組合啦，嘅一個科幻故事啦。咁到時候我諗再話翻俾大家聽啲 link 喺邊度睇到啦。咁唯有三大志願咧，我就唯有做第一樣。有人話做唔到特工嗱，最慘咧我就冇異能啊，即係我做唔到變種特工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我有異能吸起啲磁石，我又冇所謂做特工。但係戰種特工咧，我就身邊識唔少嘅，即係好多。戰種都冇極限，戰種特工香港多，變種特工又冇我份，咁變咗啊唔做咯 ，A B 唔啱我拍啊，我拍邊阿 low 啊啲 A B 男又係啦，咁結果咧就我回應翻嗰位姓雷嗰位網友先啦，平時翻工聽唔到 live 多謝你支持，因為登入到嚟留言都係有付費嘅，咁我相信都 Facebook live 人睇緊係冇付費，唔緊要，大家照睇，但係不過你。
单机，我睇唔到你留言。咁结果讲完咧，大轮三大志愿里面咧，只能够做作家啦，咁就唯有系记录写作。咁其实写作咧，大家如果冇从事过，可能会唔明，即系你写嗰堆嘢咧，唔系话喂阿波，喂中午行开银行去食个饭先咁，一甩咧情绪甩晒。如果系写作嘅朋友们系会明嘅。咁变咗就去做呢个节目揾资料咧，都系要停低落嚟啦，去拣事件啦咁。咁去到今年真系或者近200集，真系感觉都吃力。点解咧？突然之间我近排又搞搬屋啦，咁就买一张 Frank show 下先，买一张电脑台，跟住买张凳啦，咁就咦，我想搭一个舒服嘅工作环境成日做，跟住咦，叮一声谂起，哇，其实每个礼拜嚟做真系有个压力喺度，压力嘅咩咧就？是要揀事件，因為最我諗大家聽咗四年都好清楚，真係呢一個好想講嘅事件啦，我諗八成俾我講咗。咁餘下嘅時候，當然有啲兩成我未講啦，就都好想講嘅，好精彩。譬如未來會講屠玉王，我預告咗好耐都未講啦。百鳥游榮屠玉王啦，咁另外等等啦，好多事件。咁但係主流即係主要俾我講咗八成咁滯，因為過去有啲我有啲都幾清楚講咗，譬如下山事件啦，譬如三菱銀行嘅人質嗰、那個打劫銀行兼挟持人質事件啦，講咗呢啲咁。咁變咗再講落去嘅時候咧，個難處係咩咧？就係可以揀嘢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少啦，亦涉第啲事件落去講啦。咁同埋我冇固定嘉賓，咁嘉賓有時佢嚟嘅時候，佢又要揾個嘉賓啱去講。哇！咁嗰個環節好苦惱，咁變咗喂，我諗係咪一個停嘅時候？如果大家真係逼我每分鐘都講資料咧，要。我真系冇咧，我真系情愿停咗，你唔好搞到我咁辛苦。咁我又唔系对金钱嗰、那个，即系我又唔系好中意买名牌，即系最贵身上面最贵系啲 Nike 波鞋咁大把。咁就买车又唔会特别买贵车。咁我所以变咗咧，我就好欣赏嗰个阿座田哲也嗰个主角，就基本上成日都决然一身啊，啲钱就唔要啊咁。咁点解讲到咁型仔啦？原来我发觉我近排大家提讲咗几次个节目名啦，新节目我系。製作完錄完一輪，我先至喺度傾緊，到底有啲咩報酬啊？從來冇問過。咁身邊嘅朋友就話：，點解你唔問呢啲啊？嚇，咁唔係認真噶嘛？呢啲係當玩嘅啫嘛？呢啲係咁，所以就係冇再問呢個問題。咁所以啲人覺得我係有一個 friend 仲癲啦，佢 WhatsApp 話：，哇你！你我今日先知道，原來南沙係隱形富豪，都黐線嘅。好啊，咁點啊？我要訂一部隱形戰車嚟揸都好。講到一個呢、這個交屋。咁啊，而家咧都 update 下大家啦。阿南秀朗兄嘅《都市黑霧》咧，就係即係走勢非常之強勁啦，嚇 subscribe 嘅人就非常之高啦。咁所有 haters 咧，就即係大家咧又唔好意思啦，我哋又做得幾好喎，今次真係啊大家嚇好唔想阿南秀朗先生過嚟我哋開台做節目，咁但係佢又都非常之滿意嘅，而家嘅 so far 嘅成績，咁我有機會仲會請埋阿波咧上嚟節目，同我做一個 MHK 每周通訊啊，傾下佢。啊、都市黑霧宣傳下，俾啲 airtime 佢講下點解佢咁中意日本啦，點解佢覺得做一個日本人好過做中國人啦？依啲嘅問題咧，我都揾下機會揾阿 Paul 去傾下偈先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喜歡啦。咁啊 ，so far 咧上集咧我有睇噶佢嗰個關於依個嘅招牌啊，啲指示牌嗰啲邪釘嘢啊、恐怖嘢啊，咁我覺得非常之有趣。咁啊，亦都係增廣咗一啲嚇對日本嘅了解啊，日本當中裏邊有啲神秘嘅傳說啦、啊，恐怖嘅事蹟啊，各方面嘅嘢，咁啊喜歡日本文化嘅人咧，其實或者最想對日本人啊、日本個社會上面有更加多嘅了解嘅老友記咧，其實咧我就會 recommend 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呢個《都市黑霧》啊，128蚊3個月，128蚊3個月。